由於有人進入九龍塘站的路軌範圍，東鐵線來往旺角東至大圍暫停服務，正安排免費接駁巴士來往九龍塘和大圍站。而東鐵現時分兩段行駛，其中金鐘往返旺角東八分鐘一班車，而大圍至羅湖維持每十分鐘一班車，大埔墟往來落馬洲就20分鐘一班車。港鐵呼籲乘客考慮使用屯馬線或者其他交通工具。